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栾正，你是？自我介绍，我是谁？你是番茄？大番茄，大番茄，番茄，很可爱的番茄，很笨蛋的番薯，很红的番茄，很笨蛋的番薯。嘿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正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做一个实验，什么实验？不知道。那你来我家，来爽了。我们今天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冰水再加上油。其实这个实验早就在十年前就做了，可是我们没有做完，懒。就可以把水变成冰，水和油掺在一起变成一种凝固的外形物体，就是冰咯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把油还有这个掺在一起，先放水，然后开水要点哈基米风，好难吃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油放下去冰水里面，就一汤匙够哦。哎，直接倒了，你需要这种汤匙吗？那个油，可以不要这么文雅，倒下去，倒多一点，多一点啊！哎，流下来了，露出来，不用紧的，等一下可以慢到了。然后搅拌，对，现在我们开始搅拌，见证奇迹了。其实油要很多，不然那个水不会凝固。我跟你讲，感觉是不够油，我们再倒多一点。倒完了。哎，可以暂时过先，暂时过，我怕不，应该是不会冰了，根本都不够冷了。Hello， 不要骗我哎，不要欺骗我的感想。哎呦，真的没有变，变鸡汤了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加一点冰块下去了。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是加冰块的啦。哎，油真的变凝固了，你看变得挺浓稠哦。哎呀，你看它挺浓稠。不要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就准备好冰块。耶！哎呀，这样上下去。见证奇迹的。哎呀，搅一下。搅不到啊，有冰块要只能这样炒啊。没有，我要搅。那油已经结块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粒粒的那油，是不够冰还是什么？其实是不够油的，油和水没有混合在，没有完全不够油啊，给它混合。太多，我觉得是不够冰哦。不够油啦。我觉得水我们放太多、哦。是的，水太多了。让我去倒掉一点。我现在倒掉一点水啊，我再加一点油和冰块进去。来，香快点到你。2块、3块啊，丢3块喝。2块够了啊，3块啊，随便了，我喜欢多。好了，接下来再加油，倒完下去啊。好，我好气的倒了。你给我下去，咦？那油动到我手了。这油吗？哦，这是水，吓死我。Yeah. 它可以搅了。要让它和水混合在一起，我做什么搅法？直接搅拌就好了吗？你知道有冰块是多么难搅拌的事吗？结论是放多了冰块下去。你他妈的这样多冰块！哦，就是要多点冰块。哦，原来哇、哦，原来结论是 focus 不到，focus 不到，你的手太肥啊！耶，这是牛油啊，这牛油。这感觉其实也没有水结块，就当成是油结块吧。你看，耶，我们成功制作出牛油了，等下可以拿来擦面包吃。你想擦？就是这样了，超棒棒的。来，让我放大一下。来一口就可以吃下去了。我们要吃的声音激动到了。这是牛油嘛？把牛油放进去水，应该是一样的情况。早知道我们直接。其实不用放水啊，放油和冰就可以了。是啊，放油跟冰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它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牛油凝固体啊。牛油啦，你看 ice cream 你知道吗？这是牛油。来啊， yeah. 就是油的味道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它放着，然后就看一下它 会变回油跟水，或者是油跟冰。屁啊！如果太浓了会变成冰吗？如果它会变成油跟冰，就可以用，就可以做成那个什么再生冰块哦。你屁股，来啊！
实我们要把冰倒掉了。鼠捏啊，这个根本是一个鼠捏。OK， 我们大概给他看了几十种量，然后等一下再见。OK， 我们的实验呢就做完了啊，就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变成那个，拿过来就好了咯，你需要比喻吗 ？OK， 我们的实验就做完了啊，然后它就变成这种一搞一搞的东西咯。所以呢，是不是说我们就吃一些用油煮的东西就不能喝冷水或者吃冰块呢？你觉得怎样？但其实冰块至少是能完整的到胃里面，通常都已经到有没有人会直接把冰块直接吞下去啊？那你可能有人会把一这样大块的冰块吞在肚子里面，是没有可能的啊，所以可以很放心啊。虽然是讲，其实吃冰块一点都不健康，所以建议还是不要。不过如果你是说会被凝固成这样的，是绝对不会啊，我觉得是绝对不会。但其实吃冰块会造成可能严重性的休克死亡啊？会耶？会啊！怎么会休克？冷过头啊！我每天都在咬哦。你是啊，你知道你有点湿啊，我不管你。而且呢，一个冰块从你嘴巴下去过后，你就算不咬它啦，它在你这边从需要三十秒时间，因为三十秒我们这边的温度我们人体的温度很高很高很高，因为有血液嘛，所以你放心，绝不可能完整的冰块跌到你的胃。哦，还有一点，我发现就是讲，你如果你加了水的话啦，加了水，然后你再放冰块下去啊，它是很难跟油结合的，所以你肚子一定很多水的嘛，所以它是绝对不可能跟冰块结合。放心吃你的油，再加冰块。今天的实验就是到此结束，如果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然后记得 clip 这个人的头下来放在的都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做了不快做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尊，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